很漂亮耶，你看超美的。现在海水退潮，退到很后面很后面很后面，你看后面的夕阳，夕阳在后面，如果夕阳在海水这边就就漂亮，可是那个夕阳好像太阳好像错边了嘞，那个太阳在后面，所以它是从后面这样照下来，然后那个海现在已经退到很远很远很远，现在不是涨潮，所以可以走下来，好漂亮哦，看，哇！